你们家欠我们李少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，今天晚上要赔好我们李少，说不定他一开心还能给你减点。这可是你唯一的机会，别逼我们动手啊！啊，行了，别把徐小姐吓着。李少，我呢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今天你陪我好好喝酒，喝完酒我们再谈钱。 我不会喝酒，老子给你脸了是吗？哎，操！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谁他妈让你进来的？忘了他，酒我陪你们喝。妈的，你什么档次？跟我们喝一样的酒？兄弟，你现在从这出去。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要是不出去，我你怎么进？在我这儿闹事，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华氏最有钱的富二代，李氏集团继承人，黑白通吃。你信不信，老子在这弄死你，没他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不信。哈，弄死他！ 你受伤了，不包扎的话，血会一直流的。没事，死不了。小雨，小雨，哥，你猜一下，哥给你买了啥？ 小雨，是你女朋友吗？你走吧。谢谢。其实他们可以交给执法部门，他们这些坏人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惩罚？我会让他们受到惩罚的，但绝不会让他们活着上法庭。他们就是一群畜生，都该死。 更何况，李氏集团在华氏一手遮天，李成为会有用吗？三年前的账，就从一开始。董事长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在华氏，居然有人敢动我儿子！王爷。 我这就带人去查，通知所有人，就算把华氏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找到恒儿。是。还记得这儿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知道这里？怎么，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你是秦玉的哥哥。我没死。
你是不是很失望？当初我并不想这么做，我只是想玩玩他，我没想过他会死。没想到他会死，没想到还是个虫，真他妈爽！ 瞧你们了！谢谢你们了！你们这些畜生，我杀了你们！哥，不要！哥，不要！ 你妹妹啊！不要！ 多少鞭子，数来玩注意分寸。不怪我太纵容你了。难道解决掉你的总的蝎子呢？是。那。 这女的长得这么漂亮，结果死无全尸，可惜了。听说是李少给，别多管闲事了，走吧。 李家，我今后对天发誓，要让你们李家六畜不安，家破人亡。 我愿意给你补偿，你说一下，你想要多少，我都给你。一条人命，难道在你眼里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吗？我要你们所有人给我妹妹下去陪葬。我儿子呢？放心，他活得很好。爸，救我！救我！我是李氏集团董事长，只要你放了我儿子，我会尽全力满足你的要求。好啊，我要你死。
你死了，我自然会放了你儿子。你最好考虑清楚，和我作对对你没什么好处。看来你儿子的命没有你自己的命重要啊。说出你的条件，在华氏还没有我李家做不到的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我要你们所有人为之前做的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如果一个人坏到骨子里，那彻底烂透了，这种人一般不配称之为人。我管他叫畜生。求求你，求你放了我，放了我，放了我！我李家的怒火不是你能承受的。怒火，我已经死过一次，还怕死第二次吗？小雨，你的仇哥替你报，都会让整个李家你陪葬。别让我抓住你，否则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放心，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你的。来啊！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当初你们怎么对我妹妹的，现在我就怎么对你。你妹妹的心脏不是我挖的，是蝎子他们干的。放心，你们做的孽会让你们全部都还回来，其他人也不例外。把人给我抓回来，要活的。是是。放了他，给你个痛快。你们来的挺快啊。我活腻了。不急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弄死他！快给我找！也抓不到，也别想回去。放下你手中的东西，不然你走不了。你们可以试试。我倒是小瞧你了，是我太高看你了。人呢？跑了，他现在很强，根本没办法抓住他。操！昆仑那边怎么救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恒儿，妈妈一定抓住你小子，找回你的心脏，用他的血祭奠你在天之灵。为少爷报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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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坤爷，蝎子那边查到消息了。屁话没有用，让别人也节哀。蝎子呢？帮他查的东西呢？我这就叫人去。嗯。你们到底查到了什么？赶快说。是三年前那个女孩的哥哥叫秦武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兄妹俩相依为命。那一夜本该全部死的，没想到秦武死而复生，变得更能打了。说的都是屁话，这些我们也知道。就这些？不止。就是。秦武消失之后，他妹妹的尸体也跟着消失了。半年后，在国外雇佣兵的一张合影里发现了他。当年他没死，去国外了。是的，他一任三年，就是为了回来复仇。那就看看谁先把谁弄死。不好了，坤爷，不好了！坤爷，不好了！蝎子哥他怎么了？蝎子哥死了。什么？
大哥，新来了一批货，要不要给你弄两个强制险？弄个屁！那些货明天要送出去，耽误了坤爷的事儿，你有几个脑袋可掉？混蛋，别打扰老子休息。是。你到底是谁？竟然！哎，吃面了。好。哥，你下午还要干活，多补充点营养。而且我不喜欢吃鸡蛋的。你正在长身体呢，快吃吧。哥。哎呀，小雨，水舰长啊。哥，我吃饱了，鸡蛋要全部吃完，不能浪费哦。哎，小雨，快了，再给葵一些时间，可一定会让那些畜生给你陪葬。秦武。你小子还挺能藏啊！哥，把少爷的心藏哪儿了？因为吃饭有点累呀。妈，我看你得有多硬！怎么了？哎呀，这小子嘴硬得很。秦武。当年的事情的确是我儿子不对，可他现在死了，你只要告诉我他的心在哪，我留你一个全尸。我妹妹死无全尸，他做错了什么？一个畜生还想留全尸？凭什么？就凭他是我的儿子，他是我李家的人。你们李家人的命是命，我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是我李家有权有势，别说只死了你妹妹一个，就算十个百个也抵不了我儿子的一条命。所以把他们该死！坤爷，蝎子应该也死在他的手里，就这样他死了，太便宜他了。把他带下去，明天给恒儿陪葬。坤爷，蝎子那边已经开始乱，我们应该尽快安排人过去。等明天恒儿下葬以后，你就去代替蝎子的位置，处理那边的事情。是。把人带上来！把他扔下去，让他给恒儿陪葬。等等，你怕了？你就不想知道你儿子心脏在哪儿？说出来，给你个痛快，不然只有你的命换我恒儿的心。死到临头了还卖关子，要说就赶快说！胡说！现在把你打残了，再给你丢下去！别急啊，我会告诉你们。
今天我送你们一份大礼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马老头，这是谁弄死的？坤爷，起舞！不要一刀刀切掉你的肉，我受的苦有你千百倍还！啊！坤爷，人已经送到医院，虎哥只是受伤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林武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没查到他的踪迹，不过他肯定还在华氏，只要他还在，就能找到他。谷子要休养几天，这几天你安排人继续排查秦武的踪迹，康尼那边你去对接。康尼，码头的事情？怎么？没有信心啊？全凭坤爷安排。你跟了我三年，你是什么人我很清楚，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做我的干儿子吧。儿子，拜见干爹。很好。码头是集团的核心，交给别人我不放心。干爹放心。去吧，等你的好消息。是你，是你啊？我怎么会在你家？昨晚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你晕倒在路边，就顺手把你带回来了。谢谢你啊。要说谢也是我该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这段时间李家好像出了不少事情，我听说李恒好像都死了，该不会是你做的吧？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的比较好。好吧，那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，这段时间你都可以住在这里，等什么时候想走了再走也不迟。我今晚就得走。你该不会又要去做危险的事情吧？像我这样手上沾满鲜血的人已经不在乎危险不危险了，更何况对付恶人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以暴制暴。我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你要没地方去了随时可以来。快点说，管上管上，怎么样？赶紧说，走得快点，我看你们谁能要得起。你们老大呢？那谁啊？康尼在哪？我他妈问你话，你要到龙了是吧？刘翔，你是坤爷的义子江峰，你就是康尼。早就听说你很能打，现在看起来的确不错。以后就由我来跟你交接，现在是不是该看一下我们合作的项目？谁行？他才是跟着坤爷，总不至于连这点场面都受不了吧？他们都是你骗来的？那，就是用词可不能这么难听，他们都是自愿的。你骗鬼呢？你们大夏人为了钱愿意付出一切，我只是用一些微薄的代价，他们就自己乖乖送上，可不是我强迫他们的。现在该怎么做？今晚12点的船，让你的人守在各个路口盯着，其他的我自己来。他们要运到哪里？当然是哪里有需要就送到哪里。人身上的东西分开很值钱，可唯独合在一起却反而不值钱。江先生认为这是为什么？不可能，正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，那些东西才变得值钱。江先生，不要拿着钱还嫌脏，这只是生意，而他们只是一件商品。在你们眼里，
生命确实不算什么。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人。江先生，我很怀疑这些年来你究竟是怎么跟困爷学的。这个就不用你管了。你们好好陪江先生，我们还有时间。不愧是大哥，大铁打呀！一个虎，快出快出！来，徐斌，木偶，一个虎，走着。去趟洗手间。看你要不要？老道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兄弟们，一个虎的干活。啊？怎么回事？你都没有电源？怎么回事？他来咱们这里来客人，嗯，俩小子，我不知道。别让我不耐心。遇到面过，哪里会有人接触这些人？谁？不好意思，没说出手。快，住人！门在这边，此窗户更安全。我饿了。那要不你先去洗洗，我等你。不是，我肚子饿了。啊，那我去给你煮碗面。是。不合胃口吗？啊，不是。哥，下午还要干活，多补充点营养。而且我不喜欢吃鸡蛋的。你正在长身体呢，快吃吧。饿。哎呀，小雨，谁先长了？哥，我吃饱了，鸡蛋要全部吃完，不能浪费哦。谢谢你的面，但我今晚还得麻烦你一次，我是沙发就行。没事。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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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小雨，快跑！都是哥没用。没能救得了你，快跑，快跑，没事，快跑，没事没事，快跑，我在呢，我在。不好意思，昨天晚上你叫了一晚上的小雨，上次在酒吧你也叫过这个名字，她是谁啊？她是我妹妹。你妹妹？看样子你应该很爱护你妹妹吧，可以和我说说她吗？已经不在了。对不起啊。没事，谢谢你昨晚收留我，但我现在就离开了。那你晚上还来吗？不来了，记住别跟任何人说见过我。我这种人配不上你，希望你以后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。你们是饭桶吗？这么多人顶不住一个，还当着你们的面把我踢走了。丹爹，我愿意受罚。受罚？你
知道康妮对咱们集团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他比你的命重要，比我的命也重要。现在康妮死了，你救集团怎么办？叫我怎么办？我愿意以死谢罪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 这次是个意外，是。放心，我一定把那个老鼠揪出来。这几天，集团的生意盯好，其他事情不用你插手。是，干爹。去这个地址，把里面的人抓回来。是。小雨。 这是你最爱的百合花，你说百合寓意着百年和睦，哥都记着呢。小雨，相信哥，李家很快就完了，到时候我会让那个老家伙跪在你面前磕头谢罪。 都不配！我要用他的血祭你在天之灵。小雨，是你吗？ 秦武到底躲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妈的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要是不认识他，他能在酒吧里救你，还把我家少爷给绑了。他叫我只是顺手的事情，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阿虎，徐小姐，你爸欠我们集团很多钱，只要你说出秦武的下落，你爸欠的债一笔勾销。另外，我还会再给你一笔钱，如何？ 我真的不知道，这是你为数不多的机会，我劝你考虑清楚。坤爷，不给他的颜色，怕是撬不开他的嘴。那就交给你了，我只要结果。是，坤爷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反正秦武现在要找不到，你对他来说肯定有不一样的意义。不要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求求你放过我。 臭婊子，被你老子动手！坤爷，虎哥，秦武有消息了。哪儿？就是在出租屋里面找到的，里面有他的联系方式。秦武，是你，李坤，你的女人在我手上。 如果你不想看着他死，就来找我，不然我保证你再也见不着他。我的女人，李坤，你是没睡醒吗？秦武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！你听见了吗？时间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是吗？正好，我的人好久没碰女人了，既然你跟他没有关系，那就送我的人了。等等，怎么心疼了？说吧。 什么条件？赶紧的，你给我滚过来，给我儿子陪葬。你儿子的心脏还要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不如我们做个交易，你保证徐倩的安全，明天早上我们交外仓库交易。你胆子很大呀，不过我答应你，记住，若徐倩少一根头发，我就把你儿子的心喂狗。你敢？ 坤爷，现在怎么办？把那个女的关起来，谁也不许动她。坤爷，万一那小子……闭嘴！没听到我的话吗？是，知道了。潘处长，潘处长，他们赶紧把他带走。是，告诉你们，今天谁敢动他，老子扒了他的皮！走。坤爷，咱们今天要不要提前做好准备？做什么准备？派人在仓库四周埋伏，只要那秦武一出现，立马把他抓住。
不要把别人当傻子。他们提前说出见面的具体位置，就肯定有准备。现在派人过去，他还敢来吗？他女人在咱们手里，他敢不来吗？没必要，你通知所有人，明天直接过去，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样。是。坤爷，他要不要把江峰喊上？你的人解决不了吗？能解决，那就不通知他了。上次的事情，他让我很失望。现在集团里面，我最信任的只有你了。坤爷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去吧。许倩被李坤抓了。我也是才知道，他和你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朋友。只是朋友。就算是普通人，也不该卷到这场纷争里面来。这倒是。计划提前了，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？明天我会准时到。好。这件事是该有个结果了。你终于舍得出来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你要的东西，江峰，你俩是一伙的？小雨。不可能！你的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怎么保护小雨的？你是不是他哥哥？是我没有，我没能救得了小雨，是我对不起他。所以是怎么死的？是李浩、李家、李家让他们给小雨陪葬。你去干嘛？作死吗？难道小雨白死了吗？什么都不做吗？会让李家付出代价，但是我不能白白送死。想报仇，就得要有周全的计划才行。怎么计划？我一分钟都不要等了。你现在去，如果死了，小雨才真的是白死。我等不了了，我不管。相信一点，她是我妹妹，难道我不想给她报仇吗？我去了，我差点死了才勉强带回她的尸体。你去了，难道就能比我好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李家的人现在还不认识你，从今天起，你潜伏在李家，我们里应外合，为小雨报仇，也为其他无辜的人报仇。潜伏李家？没错，是为李家的打手。尽量成为核心成员，只有这样你才能发挥作用。好，那你呢？我自然要去的地方。这小子不错，的确不错。这才练了多久，就可以跟老虎平分秋色？我赢了，恭喜你！以后你就是我们小分队的人，以后大家都是兄弟，同生死，共患难，怎么样？我回来了，计划开始。好，我等你。从李恒开始。告诉我他的位置。看来你们很惊讶，怪不得你能抓住秦牧，怪不得康宁会出事，原来都是你们计划好的。上次在船上，就是你故意放走了他，还假装受伤。我是故意放走他的，不过受伤是真的。毕竟在你们面前，如果不装得像一点的话，
又怎么能骗得过你们呢？你隐忍三年，难道只是为了帮他报仇？是报仇，但不仅仅是因为他。我越来越看不透你了，你到底是谁？三年前被你们杀害的那个无辜女孩的男朋友，同时那个女孩也是她的妹妹。秦宇，不错。好，你真的是连我也骗了。光城的话就别说了，把人交出来。把人带上来。对不起，让你受牵连了。要不是你，我说不定早就死了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你才对。等你们都死了，再温存也不迟。我的东西呢？东西在这儿，你先把人放了。嗯。没事。没事。你敢骗我？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。既然敢把你们约到这儿，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李坤，今天我们该做个了断了。那就看看谁先死吧。弄死他们！徐小姐，以后你先走，不用管我。你们小心。放心，在没给我妹妹报仇之前，我是不会死的。保护坤爷先走。阿虎，我不想看见他们还活着。坤爷，你放心，他们掀不起什么风浪。现在才想着走，是不是晚了点？我一直都很欣赏你，只要你愿意继续跟随我，我保证你还是集团的人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荣华富贵，而是血债血偿。振风，我这三年对你怎么样？那是我给你卖命出血换回来的。小雨的仇，不是你这点恩惠就能够平息的，只有你死，他才能安息。坤爷，没事吧？快带我走，你们走屋里。我操！李坤，轮到你了。别，我可以赔你们钱，赔很多很多钱，钱能换回我妹妹的命吗？我不稀罕你的臭钱，我要你们所有人，我妹妹下去陪葬。我要你跪在小雨的坟前，用你的血祭她的在天之灵。我怕她的喜丧，不配。你们以为杀了我，这华氏就太平了吗？那些人就可以过安稳的生活了？不然呢？太天真了，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另外一个我。更何况在我背后还有人操纵一切，我只是个棋子。是谁？康妮背后的买家。没错，你妹妹身上的东西就是他们要的。有本事叫他们报仇去啊。他是谁？你是陈峰。
怪不得我的货丢了，原来是你们两个搞的鬼。你是谁？你可以叫威廉，他们全都在为我做事，只可惜太笨，连你们都解决不了。畜生！你去混蛋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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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大夏的男人就这点本事？快走，别管我。当初我没能救得了小雨，现在我想连你也救不了。今晚你也得死。死就死了。放心，谁都走不了。来不及了，快上车。许清，清武，快走，别管我。清风，先生，李家那边的产业已经全部处理干净了。下一批货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三天后，船到码头。我不希望在这期间有任何麻烦。先生放心，这个人怎么办？这个人和一些逃走的那个人在一个地方。如果问不出来，三天后一起装船，全部送出去。是，先生。你先不要着急，他们没有找到你，肯定不会对他怎么样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我朋友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怎么救啊？你自己一个人去送死吗？三年前我就已经死了。你不是死人，你是活人，我不想让你死。我的双手沾满鲜血，我配不上你。就算是要救人，也要想办法才行啊！不然你朋友救不出来，反倒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。找人，看来也就这一个办法了。我遇到麻烦了，需要你们帮助。这小子真是嘴硬得很，都被打得不成人样了。哎呀，这个不是你我该操心的事儿，反正后天就被运走了。如果你敢乱叫的话，我可不保证你能活下去。不敢，不敢。给你们抓来的人关哪儿了？在楼上呢，有人一直在盯着呢。刚才你们说后天被运走，是什么意思？老板说他要不交代的话，就把他和货物一起运走。货是人？是人？混蛋！这只小老鼠跑得还真快。老板，要不要把他抓回来？不用，后天他会自己来找我。老板，你怎么确定他会去？因为我们抓的人是他的朋友。看来我们只需要等他上钩就行。对付他们，只需要找准他们的弱点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船还有多久到？还有20分钟。我等了，先准备好，把人带上来。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走。哎，秦武，你还是来了。我不来，不就让你失望？解决掉他，一起装上船，以后整个华氏就交给你了。老板放心，快走。快走啊！等我救你出来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不过你的勇气我很佩服。是不是对手，说了不算。时间不多了。都给我上！
你，小宝，给我！ 小宝，我看见小雨了，小宝，你们都该死！ 要动我兄弟，有没有先问我们？队长，有麻烦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不是麻烦你们，我们是兄弟，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感动老子兄弟，看你们是活腻了。外面的都是死人吗？怎么把他们放进来的？你们怎么守的门？不用叫了，你们的人都已经被我们解决了，现在这里只剩下你们。很久没有赤手空拳的活动了。 只可惜你们这些人也太不经揍了，混蛋！你们保护老板离开，其他人跟我留下，拦住他们。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啊！ 救我！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做朋友的，有钱大家一起赚嘛。咱们新的钱我赚不了，那你想怎么样？给我妹妹和阿峰陪葬。我不可以谈的，可以谈的。给我，求我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就饶了我这一次。 秦王，现在该死的人是我，给我上，干死他！大下人，现在你还要怎么杀我呀？你还真是没用啊！你妹妹当初眼睁睁的死在你面前。 现在你兄弟也死了，而你什么都做不了，报仇真是可笑。我在这里只手遮天，而你只是一只蝼蚁，有什么资格跟我比啊？是人，你是畜生！卑微到极致的人，你放心，我现在不会杀，我会让你看着你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在你的面前，那画面。 一定是精彩吧！畜生！小雨，阿峰。